他们飞管一样。有大佬噶啦！哇，你先飛出去啊！哇，你身體先冇得頂啊！哇，打到真空啦！哇，依天色喎，好難去控制嘅啦。佢靚得好嘅。好明啊！好明啊！好明啊！哇！老婆，好靚喎！快點啊，快點啊，你問我那個條女收收猛猛那個行的公司的抽獎券啊，阿強大力很快啊，六折喎，真係聽聲最慘佢上面風埋面風唔來，上面風吹嚟，全都分唔到風啊！風機又好啊！吹曬要啦！好直升機。輕啲嘛，大佬。邊度啊？邊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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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網拍一張相啊！好啲。依家咧，飛機開始降落，咁啊，你哋注意咧，就係千祈唔好阻擋嗰個飛行員嗰個視線，同埋咧，盡量埋少少啦，等下會飛出幾萬。得噶啦，佢 OK 啊。因為我哋呢個飛機場咧，呢個跑道咧，呢個民航處規定嘅風向咧，其實對於飛機係有啲難度啊，成日長途側風嘅。我就你快啲上網嚇，我想做翻嗰啲後期製作。好啦，得個大先生。兜好耐，好大圈，都成 landing 咧，兜半缸油。係啊，兜到好遠。佢因為佢用好多油㗎。係啊，佢入油要喺落啦，五六升油㗎。啱，未嚟。哇！嗰隻聲真係好正。呢隻真係睇聲，正聲。O K， 知道。誒，儘量影翻埋呢個位。幫咗我啦，係啊，開始靚頂啦，係好靚咯。依家咧，隻飛機個屋都開咗啦，咁啊，準備降落啦，準備出發。好似，咁，好啦，
landing， 收咗油啦。非常之靓，大家掌声。